开始了吧？哦哦，开始了，上班了。啊，知道知道，不慢。哎，要快又开不了了。好，看这边，看这边。好，我转紧一点啊。好，看不到。边摄影部的先讲解怎么操作。我要讲解。要的。他搞完了以后再写。讲解了还要找个翻译的。对，翻译。那就校长拿照相机嘛，负责讲你们的翻译嘛，告诉在旁边一边的声音都听不清了。就现场指导嘛。哎呀，带节奏了啊，看到了吗？那你要讲啊，你不讲了，他看光皮眼镜是看不出来的，那鞋子，那鞋子太小了。好了。模具没给它修一下，修一下很像。那灯光拿到没啊？灯光。灯光太过去。没有啊。转，你看那来手工，刚才在转，还要转，还要。哎呀，好，看到啊。都 OK 了，这就完成了。我做的已经完成了。这回了，如果再粘模具又这样粘。这是什么机啊？这是粘模具又这样粘啊。都是关键。
我拿出来的模具就可以了啊。好，完成了。